那今年是正好是1887年到那个游兵船他打下第一个道兵以后，到今天是正好130周年。所以今年的130周年的开启就是从三江车站开始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辉煌快乐的日子。那我请我介，请给我介绍一下哈，这个杯原来就是这杯的送票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那个行李行，它的做行李行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前往这边走哈，前往这边走，再来看一下，这个在日治时代的时候，日治时代的时候它就有这种旅游图哈，啊，它旅游图上面就有三江的那个它的哎在这边，在这边哎。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那请看一下那边，这边就是用那个金锅的那个陶土他做的车站，啊，请观赏一下。他的作品，